拍到没有？拍到没你看，它走到这个切的位置以后，这个刀就会下来了，下来开始切的这个五角星了，就已经开始，这就是已经进到这个料里面去了，然后它再走，就把这个形状给切下来了。它这个动的幅度不是很大啊，我们怎么办？一般的这种切割的话，速度没有很快的，因为很快的，有的刀受不了。它不像激光的，激光就扫一下就完了。他们有雕那个玉石的，嗯，也用这个。雕玉石的要求转速要非常快，然后刀的话是不同的。就像我们挂的这种吊坠这种东西，都是用这个给雕出来的。你要像钻石的那种切割机的话，那不是很贵了。其他的也没什么的，它对刀头有要求是吧？对，这刀头有关系，还有一个跟钻速有关系。你速度越快，你切出来以后，你钻石它不是要切面嘛，很多个面。它要求精度要很高。其实也是这种小的切割钻石。嗯，这种小的足够了。你别看一个小的那么切割钻石，这一台设备要基本上要60万到80万左右，看着是很小。
切完以后的这个刀就升上来了，就脱离这个物件。嗯。脱离完物件以后，它这两个都它会复位。啊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这个没有。